容男神林志颖历经自撞车祸后，一渐渐浮出演艺圈。他跟接下大陆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三》，再现小旋风的魅力。近日适逢他49岁生日，爱妻特别飞去当地庆生。陈若仪在文中感性写道：“生日快乐，希望你平安健康，开开心心每一天。谢谢披荆斩棘的哥哥们，和节目组一起用心的安排了惊喜。”从他释出的照片中可以看见，哥哥们都齐聚庆生，画面相当温馨。不过，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林志颖的眉头有伤痕，纷纷担心留言：“小智眉头是受伤了吗？”对此，有人回复说道：“他说是睡觉起床，不知道额头怎么就有伤了。”引发许多网友在留言区猜测受伤原因呢。Bye.